你们打游戏输了，哼，把手机摔坏了。姐姐，我的手机坏了，刚才玩游戏不小心把手机磕坏了。你这个屏幕磕到，如果重新换屏幕也需要两三百块呢。啊，这么贵呀？对呀，你不如去拼多多买个备用机，除了有些地方有点轻微的瑕疵，其他地方都是一样的。那会不会是假的呀？不会呀，你看我这把手机就是买的维霞机，除了这里有点刮花，其他地方都是新的。买个可爱的手机壳套上，划痕就看不见了，滑动也很顺畅，不会卡顿。手机电池容量 90% 以上，没什么问题。你再看看 128G 的内存，都快被我的照片填满了呢。来试下拍照效果，拍照图片也是跟你之前的手机一样清晰，拍照很真实，像素也很清晰。关键是它才100多啊，我都用了一个月了也没什么问题。你快去试试吧，姐妹们要买备用机的快点击视频左下角的链接试试吧。妈妈叫老爸打扫卫生，喂，更更还有这里，老爸生气把我的东西全扔了。老爸等等等等，还给我，爸爸，这个还是新的，怎么扔了？你的脸这么大，买这么小的面膜干嘛？这是用来洗脸的呀，就这样用水喷一喷，再搓搓，口红就被卸掉啦。爸爸，这个怎么也扔了？笑什么呀，还学会了抽烟？不是呀，老爸，这是我的口红啊，四支都是不一样的颜色，都好好看，素颜图也敲上你的呢。老爸，这个怎么也扔了？买了这么多瓶到底干嘛？这个是一块石膏面膜啊，里面有水杨酸，脸涂在红痘痘上，没几天痘痘就扁下去了。宿管阿姨，你爸带东西全被我捡回来了，快逃！咦，这不是校花的口红吗？长得跟烟一样，难怪被没收了。不过这里面的四支都是不一样的颜色，好好看。素颜图也是元气少女本人呢。呜呜，这是我的眼影啊，就是因为长得跟键盘一样被没收，里面的颜色都很好看，尤其是这几个闪闪的，涂上后就是星星眼啦。还有这个一刻时光面膜，阿姨怎么也扔了？这里面有水杨酸呢，点涂在痘痘上，没几天痘痘就瘪下去了呢。